完全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没有说，夜风惊扰我。在弹唱部分的六线谱里边有圆弧线，这个圆弧线的意思是前面的音弹，后边的音不弹，用延长前面音的时值来填补后边的时值。另外在这个大E和弦的时候有两次的这个慢弹，三点水那个慢，它也叫琶音，琵琶的琶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拿这个手指，不管是无名指还是小拇指，护住第一弦，不能让第一弦响，如果它发出声音了，那个效果就全变了。